全网都说迪丽热巴不适合穿旗袍，当她穿上瞬间，全网都不淡定了。提到迪丽热巴，相信大家对她应该不陌生吧。她是一名国内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位女演员，她出演过很多的影视作品，在她的每一部影视作品都会有着超高的收视率。迪丽热巴的演技一直以来深受镜头前的网友认可的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总是能适当地传递出各种各样的情绪，颇受观众们喜欢。迪丽热巴的颜值还是特别的高，五官精致的脸颊，白皙稚嫩的皮肤，让人看起来特别的漂亮。至于她的身材，在前段时间有网友晒出迪丽热巴穿旗袍的照片，也因此暴露了她真实身材。不过还是有人说迪丽热巴不适合穿旗袍，到底合不合适，接下来小编就带你们去看看吧。